哎呀，王阿龙，咱家的巴顿啊，跟那个小母走了，去新疆了啊。怎么刚才发巴顿的时候啊，真的有点舍不得啊，家人们啊，快90斤啊，那狗比那个狂飙跟黑牛长得大多了，而且我看现在那小性格也不赖。哎呀，行了，既然已经那个决定去新疆了，就让它去新疆好好发展嘛。然后那个小母给它喷了喷药，我靠，打得伤得不轻。把这个小公放出来，跟那两个小家伙啊放一块儿，看他们会不会打架。来看看，来来来，走走走走，大得很，这家伙现在走啊，一条小公。别动，看看这腿上，他腿上也有伤啊，但是没有那小母伤得很。牛不牛？你说他跟那小母干仗干的，干啥呀？干啥呀？想干啥呀？啊？哈嘎哈嘎！来来来来！去去去去去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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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扒！妈的！哎呀！哎呀，这三个是大家伙了，家伙们啊！喜不喜欢这三个？喜欢的找我啊，家伙们啊！太牛了，皮特球球的后代。对对对，叫的叫的响是吧？来玩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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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小狗现在有30-40斤了啊，40斤左右吧。这个是小公，这是我留的一点，那个是小母啊，自己留的小母。牛不牛逼？带带哈嘎，带带带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靠我靠我靠！小狗这毛啊真亮，这三个在一块儿不会打架吧？反正这两个一个公一个母不打，给你们一会儿就让你们吃了，让开吧，别干仗啊，一点发出呜呜的声音了，一点看我的一点牛不牛，我靠，你俩要敢干仗，妈蛇赶赶进来了，他俩倒一个人声吗？对，他俩没声，一点儿这么牛啊，一点儿两个人吗？那小公我靠，过来，也是凶得很，水哥，给他脑子一把脑弄的来，赶一张，赶等着来赶一张，让那个小公啊，还回笼子去吧，家人们，看这汗。哇靠，我说三个在一块儿是吧，腾个笼子这还是不行啊，家人们啊，喜不喜欢这三个？喜欢这三个的家人们，尤其是那个小公，这家一点是我自己想留的，我现在真的这狗在的时候比较烦，一走了就想念，你知道吧，反正就这三个，大家有想法的找我联系。为啥呢？因为咱蛋蛋啊要做手术了是吧，回笼一下资金，犬舍现在压力比较大啊，我们扑的狗，我们呢给他们找新家。好了，家人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